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继续开会。二位报告，我想先跟施卫平议员说声抱歉。我也在这里向大会做这样一个报告。花莲县议会录音录影管理规则第六条规定，本会会议时，除依其他法令规定外，未经大会主席许可，任何人不得在议场内录音录影。所谓的议场内包含谈听席。那为什么有制定这样一个法规？我想在这里也跟大会做一个报告。这是民国91年所制定的议会旁听以录音录影的规则规定的制定，乃基于维持议事程序执行和达行的完整性和议事秩序的维护，虔诚的录音录影更可避免被有心人士断章取义的截取语音做不当的操作与用途。这也是对与会的议员和官员以及全体花莲乡亲最为尊重的做法。当然，多元社会，多元声音，我们对于任何人来关心花莲的议政，我们都表示欢迎。但是在现行的办法里面，我们只能按照现行的规定来做处理。我想，如果这个法令有其他的意见，我会在最短的期间内邀请我们议会的同仁将这个法令做一个修订，然后找个时间我们来排定会议，广泛的跟产官学界做一个交换意见。这个事情我想我会尽速的来进行。以上做这样一个报告。现在我们请施卫平议员继续执行。呈上所述啊，那这样的诈骗集团事实上呢，它是有利可图的哈，而且是在未来的趋势当中呢，对于这个老人家的一个健康呢，大家会越来越关注。
那这个情形呢，不断的在往这个乡间在蔓延哦，不仅伤害我们老人家的健康，那甚至是他们的荷包，这让我们的下一就是老人家的下一代哦，他们的子女哦，非常非常的头痛，因为也无法阻止哈、哦。那以本席亲身的经验呢，我亲身接到一通电话，他打来呢，就是说呢，他要到日托站呢进行健康讲座。那这个呢，对老人家很有帮助，而且完全免费。那当然，我听到这种电话哈，第一个可能不小心把他当咨询的对象。我说你有没有立案证书啊？你们立案字号是多少啊？好，那你们有没有公司啊？当我不断的去询问他们的状况，就说哎，我们是跟市公所合作的。那我就更好奇了，那为什么我没有收到市公所的任何公文呢？他急忙的把电话挂掉，说要把资料寄给我，然后就消失无踪了。这是我亲自接到的一通办理健康讲座完全免费的电话。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呢，我们在市区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的乡镇也好，有出现呢类似住家的一个房子，那你到一定的时间呢，就有三四十个老人家进去，在一个小时之后，然后呢就一堆老人家走出来，那问他在里面做什么呢？他可能在里面先做红外线的按摩，然后呢做一些活力健康操，最后呢讲一些健康讲座，最后呢再一排人出来做见证，说什么东西很好。他不见得完全是卖药，有的是卖枕头，一颗4000块。那我还听过一颗是12000的都有。那我想请问，如果我们的老人家越来越多，那这样的产业是不是越来越蓬勃发展？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因应？好，那我想请我们的卫生局长哦，麻烦你到备询台哦，谢谢。如果业者在他聚集的人群之后说呢，他这个产品是由国外进口，非常具有疗效。那甚至呢，请很多的见证者呢来说明说他这个东西呢非常好用。请问哦，如果像这样子，当我们有怀疑的时候，这一般我们的乡亲可以怎么做？好，非常谢谢司议员这么关心我们社区里面的长者的健康和钱财的部分哈。我想在坊间呢，这些的集团呢都是在固定的场所送一些小东西，比如说酱油啊这些来招揽我们一些长者哈。当他的会员，那以口语的方式呢宣传，其实他的东西都可能都是以食品来讲，但是兜售食品到最后他讲说他是有疗效的，讲有疗效这是违规的。所以我们的同仁呢，其实从在100年开始1月份我们就订了一个聚集人潮处呢一个专案查核的一个工作。那我们的其他同仁呢会用影音的一个设备呢到现场去，那我们会请一些的志工或者是一些退休的同仁就混到那个会场里面去看看他们。我想请问哦，对不起，我想请问哦，如果当我们的乡亲，比如说很多子女，他第一个时间他打的电话是打给我，他不是打到我们的政府机关，是，所以我妈妈就出门了。那请问我们的乡亲他到底要打到哪里去？然后呢，这个地方是不是合法的？这些他完全不知道。那请问他的不济，他的作为应该是什么？详细说明。好，一般我们的乡亲呢，现在他们都比较会提高警觉。我们常常接到乡亲打电话说：“哎，卫生局哈，我们今天在哪个地方有看到有在兜售一些的东西，可能是食品或者药品，他们不清楚。他们发现一堆的长者在里面，他们尽速打电话来。那我们呢会请稽查同仁，还有我们药物食品科的一些同仁哈，尽速到现场去。我们甚至会同我们的警察同仁，警察所以打到你们的卫生局的专线，是是。那网站上有没有公布？那我们这个是会有多各方面的一些卫教宣导，就是让我们的长者知道说哪些的场所，他那边都是一些兜售。其实我觉得哈，大家卫教宣导，任何宣导真的都做得非常的努力，但是呢，我们这个效力往往哦都不及他们的老鼠会散播得很快哦，所以呢，本席希望我们当然每一次讲都是说有宣导的方式，本席希望呢能够更有效的去告诉我们的乡亲这一些讯息。那到网站可能是比较有一定的教育水平的，可能会上去。那是不是可以连接我们的邻里的里长，或者是我们可以
在借由一些活动的时候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宣导，让这些老人家知道，其实有时候你乱买东西，它其实它是伤害健康的。是，好，非常谢谢司议员哈。我想针对这个部分呢，我们查处作为大概做一下的报告哈。第一就稽查，我们会机动性的稽查，或者驻点的稽查，就是这个点呢，它设在这里，我们会常常去站岗，看看它有没有讲到一些的疗效的部分。如果说他是讲了疗效的话，他们是未具有药商的许可执照，他们是不能有讲了疗效的。如果说有卖到讲了药品的部分，因为有一家呢，就是因为他送了眼药水给我们长者，眼睛老人家眼睛会比较觉得不舒服，送眼药水要属于药品，所以这件我们就罚他30000块哈，就是药师法第27条，它是算一个无照药商的部分，这我们已经有罚则，在去年度。去年的8月份，我们就已经有罚了这家厂商。那目前呢，其实我们从100年到现在呢，我们已经有列管了7家这一类似的厂商哈，有19个据点。那其实大部分都是被我们的志工还有我们的这些的稽查同仁每天去站岗，以前也不要都走。那我们里面的一些长者呢，是有认识的或者退休同仁，我们就混到里面去告诉他们，这些东西是没有效的，而且是额度非常高的哈。那这些都已经歇业了，我们一共。处分了17个处所，那可能他在努力哦，本溪知道还有哦。好，那这个我们现在目前只剩下个泰鲁格生物科技公司，就是所谓的美丽人生，他这个现在还有6个据点，这是我们目前在花莲市区。在花莲市，还有寿丰火车站、凤林中正路2段，还有光复路、中华路、瑞穗，还有个玉里。那这是据点的部分。那另外呢，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在黄昏市场对面的一个空地，或者是在某一些空地的地方。他会不定期一样是赠送，比如说刷马桶的刷子，还有呢那个锅子、沙拉油、敏烫。好，当这一些呢，这个讯息传播的事实上比我们公务单位还快哦，他可以很快在1小时内迅速聚集一堆我们的长者，然后就开始健康讲座、活力操，然后就开始有买东西。那请问哦，如果我想请警察局长哦，像如果民众看到爸爸妈妈又出门了，去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的时候，请问如果巡逻警察看到，他们会不会主动关心？民众可不可以进行告发？这些有牵涉到行政责任，有没有牵涉到刑事责任？啊，谢谢司议员对这个老人跟有关违药的这个议题的关心，有关这部分。我做2点做一个报告，第一个就是我们派出所的同仁，或接到报案，或者是巡逻发现，或者是接到110检举等等，我们110当然会立即就看在哪个属于哪个分局，我们会通报下去。如果有发现所谓有非法或者是疑似聚集卖药的一个案件，我们同仁会第一个大概就是。会报到分局，然后函请。对，重点就是在非法。如果巡逻警察没有主动前去关心、全速盘查的话，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合法还是非法，对不对？是，所以我就所以本席在这里请你要求我们的巡逻警察是看到疑似，请主动去关心。好，好，那我保护我们。的长者保护我们的老人家，在健康上，在他的钱财上能够安全。是，跟议员报告，因为这个是不是违药的认定权责机关在我们卫生局，其实我们也相当的密切的一个联系。那可以用电话或者是行文，有时候比较紧急，我们就电话联系，我们就到现场去。至于认定的结果，可能是由。行政调查的认定，我们如果是法，这个就是都要办。对，这就是我说的重点。当我们的警察、巡逻警察觉得这是卫生局的责任，他可能视而不见的时候，是那这个就会产生。那我要求来联系，保持密切联系。好，我希望就是能够达到我们的两个局处可以合作，协力合作。是。那另外呢，在几年前哦，本席知道卫生局其实针对这个部分呢，有一个通盘的一个宣导，其实包含我们的一个法务部，都连一起携手一起处理我们这个老人诈骗的问题。那以现在来讲，我们的这个老龄化人口越来越严重的话。这个部分应该要做的比以前更好才对，所以呢，本席建议哦，这除了我们这两个局处之外，
联系相关局处，包含其他中央部位，都能够一起通力合作哈。像劳动部现在已经启动中高龄就业啊、银发产业、银发培力计划，这一些其实在整个规划上面都有往这个趋势去做。希望我们的所有的一个政策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先前的一个规划哈。那两位请。是，我再补充一下，就是我想我会不会要求更主动，然后跟卫生局来保持密切联系。另外就是，如果任何发现可疑，打110最方便啊，打110最方便。好，谢谢你。跟司议员报告，就是我们为这个案子呢，我们在去年的2月呢，我们修了一个提供减级奖金，罚言处分哈，金额那到40%，所以这样子呢，可以鼓励我们都乡亲呢哈，他们发现有这种违规的，他们就很努力的来检举。有奖金嘛？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哈。好，要在去年2月定。那另外我们就跨局处的合作，我们比如说像警察局，还有一些地检署呢哈，我们都有一起共同去打击这种犯罪。那另外也请那个北区国税局呢查处这逃漏税的问题，因为他们额度是蛮高的，这边我们都有一些合作。好，谢谢啊。那我进行第二个议题哈，那这个部分我还是要请我们卫生局长啊，就是肠病毒呢现在在各县市哈，在流行阈值以及就诊人数上面，我们花莲县已经到达了那个流行期哦。那鉴于去年我们夏天肠病毒的盛行哦，所以我们在工作报告的意见交换的时候呢，有很多的议员其实有在跟你去做一些沟通跟交流。那本席也相当肯定，就是我们在肠病毒的基本的宣导上面做得十分的到位。但是呢，政策的宣导跟实际的执行面呢，产生了某一些落差。那当本席在跟这一群妈妈、婆婆妈妈在意见交换的时候呢，就发现了真的是很头痛的问题哈。那这个我现在说明一下，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消毒的部分啊，其实各种传言都有。第一个，我们肠病毒，请问晒太阳有用吗？没有用。请问酒精有用吗？没有用。也没有用。好，那可是呢，有很多的婆婆呢，或者妈妈，她以为消毒就是拿酒精。然后让干洗手，其实他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可是肠病毒，他洗手是最好的，好就落实湿搓冲捧擦，这个东西都是一个基本的。可是现在本席知道的状况里面，其实真正有问题的部分就是，如果他已经感染肠病毒的时候，他的消毒就产生了很大的问题啊、哦。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哈，这是真实的哈。一个家庭有三个小孩，事实上如果家里有小孩的齁，家里如果有小孩，其实有两到三个是很正常的，对不对？好，那他有三个小孩，其中一个从幼稚园回来，因为呢幼稚园他因为肠病毒，所以他停课了一个礼拜，回到家以后，那个小孩子稍微感冒症状而已，可是家里两个三岁的小朋友双胞胎马上隔天开始发烧，那妈妈就很怕肠病毒，其实你们宣导得很好，大家很有警觉性，马上就送到医院去做诊断。结果发现诊断的时候呢，医生跟他说：“很抱歉，我们现在病床没有了，请你呢回家休养。”其实现在可以看了，现在儿童病床已经人满为患了。如果没有孩子的哈，没有带去医院的，真的不知道。可是有孩子的真的知道，现在如果你要去住院，不是那么的简单哦。所以是说呢，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请你先带回家休养。那请你去买次氯酸的消毒水去消毒。好了，这妈妈爱子心切，跑遍了整个花莲市，她就是找不到什么叫次氯酸的消毒水。那他就会，他就很紧张啊，他就到处去看。后来呢，就人家跟他讲说，那个漂白水有，可是漂白水有两种，对不对？一种是氧化制成的，一种才是氯制成的。所以呢，他就次氯酸是什么东西？怎么找不到次氯酸？或者说那个漂白水有用，那他又买了一堆氧化制成的回家，人家跟他说这个是没有用的。所以呢，好不容易去找到了。次氯酸钠的漂白水，事实上呢，这个漂白水并不多，好、哦，它呢，因为它对环境呢是有影响的哈、哦。好，结果呢，他又想说，好，那我就买这个次氯酸钠的漂白水回家。那回家之后，他要怎么做？他又不会做，
不会去调配那个正当的一个适当的，他就上网去看，从200 ppm 一直到1000 ppm 的消毒方式他都有，所以他就想200 ppm 跟1000 ppm 到底差多少，其实听起来不多 ppm， 可是差了5倍可能会让一个细菌杀死跟一个细菌还是活蹦乱跳，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后来呢，他就想说，那怎么办？他跑去问药房，药房跟他说，那你大概就是调500 ppm 的好了。好了，结果呢，这个妈妈真的非常用心哦，他就来跟我讲说，哎，那我现在要去调500 ppm 的薏仁可不可以？我帮忙他上网去看。那其实哦，我们卫生局的网站做得非常好，可以说很具信宜，但是呢，可能是因为物质的关系，我找不到消毒水的调配的方法，所以好不容易去找到了一个这个我们的教保人员的一个手册，结果一看，他说，好，里面规定是200 ppm 的次氯酸钠去做调配，那结果呢，我就说200，后来说不对了，议员200是擦地板的，像他们家那个小朋友已经有呕吐状况的，那个呕吐物事实上已经到需要用到1000 ppm 的一个浓度去做消毒了。所以其实这个妈妈在她这个整个两三天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到她真的是焦头烂额，两个小孩在吵，她又要去消毒，那有一个还没有中。那所以我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尤其是一个从外面带回来，他可能没事，传染到第二个。那如果第二个他的病程其实会非常的快，可能几个小时内他就发作，而且会更严重。那关于这一个部分，请问局长有没有什么方法？一般这种小朋友，我们希望就是说他是健康的宝宝，跟身边宝宝可以做分开做隔离哈，那可能会有点困难。希望就是说两边都戴口罩，然后加强洗手哈，就洗手的各种的方式，比如说他吃饭前，上完厕所以后，玩完玩具。对，这个洗手是一般。我们看一下那个 PPT 好了。我建议哦，我们的网站上是不是可以有这样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明确的指示？好，我们好，甚至是我知道其他县市，他还有请名人来去做示范。好，再往上。好，这个是呢，以目前台北市，他们其实已经用到次氯酸水消毒杀菌。那这个部分呢，他们对于环境其实是很好的，因为至少比次氯酸钠会伤害我们的环境还要来得好一点。再来就是他们在调整他们的浓度，或者是说它的一个效果上，是比一般我们去买漂白水自行调配还要好哈。那再往上。好，其实幼儿园他已经引进了新式的消毒产品，所以我希望呢，我们的这个部分呢，也能够与时俱进哈。再来往上，好，这也是一个比较哈。事实上，有很多家庭哦，他小孩得了肠病毒，他还搞不清楚，还真的拼命用酒精在做一个消毒。但是呢，事实上你可以从这个比较小哦，但是还是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们可以有足够的经费，或者是呢，能够有足够的认知，至少某一些家庭他是可以去使用到次氯酸水，可是花莲现在真的买不到。这个妈妈她是上网订购，隔天消毒水才到，大部分呢还是用那个便宜又呛鼻的漂白水去做调配。那这个调配，这你要漂白水，它本身是化学物质，化学物质它可以是个好东西，可是相对的它也是可以杀死人于无形的一种东西哦。所以这个本席希望哦，这个卫生局在我们这个在家里已经有小朋友感染病毒的状况之下，去做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措施，这样可以吗？好，谢谢师爷。那这因为现在市售的漂白水几乎都没有一个浓度的标示，所以其实这一些婆婆妈妈真的很担心，也是非常的无奈哈。那这个部分呢，我希望说我们公部门可以协助去帮我们这些乡亲哈解决这一个小朋友们的问题。好，那另外呢，本席还有一个建议哦。从上述的这个案例来看，医生的建议，他说你最好去买次氯酸钠的消毒水，
可是一般家长不懂什么叫次氯酸钠。好，他来问我，我协助上网去搜寻，也去我们卫生局的那个网站去查询，那就会发现，其实医生的建议是不是我们卫生局可以跟他能够去做一个同步？比如说，好，我们可以让所有的医生都能够去说啊，这个部分如果你不懂，或者是你不会哈，我们请妈妈或爸爸上卫生局网站。好，去看怎么去使用那一些消毒水。好，还有医生的建议或许真的太过专业，那我们是不是能够跟医院或者是医师去达到了一个共识？然后呢，不管是搜寻资料也好，或医师所建议，病患或我们的家属都能够确实的去按照医生的嘱咐去做执行。好，局长，谢谢司议员。我想，我们针对这个部分呢，哈，医疗院所的医师或者急诊的一些团队呢，我们都有做一个继续教育。那针对这个比较细的部分呢，我们卫生局会跟医疗院所啊来做一个联系，就希望让民众取得的知识呢讯息是同步的。那我们在网站里面会做一些的更新哈。那真的是民众有疑问的话，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到我们局里面，我们总机电话或者是我们疾管科的电话，甚至我的电话都可以哈。那我们会给他最快速也最详细的一个答案。好，我希望是说能够跟我们的医疗院所能够达到一定的共识跟沟通，然后让他们让我们的乡亲可以得到最好的服务，好不好？好，谢谢啊，请回。那再来，我想啊，现在我们的地震非常的频繁哦，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尤其经历过921以及2006的一个台南大地震之后，那市场呢，在这个阶段，我们花莲的地震呢，又大大小小的一直出现，所以呢，很多的乡亲觉得非常的恐惧与疑惑哈。我们花莲准备好了吗？因为其实花莲人对于地震，事实上是完全无惧的。好，从我小时候到现在，其实好像没有人在怕。可是经过2006那一次之后，我发现会害怕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可以在那我们的网站的或者社群网站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反应的人越来越多了哈。那所以呢，我这个部分我还是希望我们县政府能够给我们的乡亲呢，能够一个安心的一个说明啊。我们现在请建设处。其实大部分的人非常的害怕我们的建筑可能会倒掉，或者是我们的桥梁可能会突然的崩塌。那请问处长，我们在这一个部分大略说明现在的状况是什么？好，谢谢司议员针对这个部分的关心。那其实在这个尤其最近这个地震还蛮频繁的。那在我们的建设处这边业务的部分，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整个建管业务的部分，我们加强对于这个结构物建筑物的耐震的审查。因为我们现在针对这个建造的申请都是委托专业的技师那个建筑师工会来做这个结构计算的这个实质的审查。那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请工会加强这审查的部分。那另外在施工过程当中的勘检，我们会落实这个勘检的制度。那对于这个勘检的部分呢，一定要做一个比较严格的把关。这个是在整个建物的建造的部分。那在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区块，就是老旧的建筑物。老旧的建筑物的部分，我们现在就是有这个在地震发生2006地震发生之后呢，在内政部营建署也开始比较积极的去推动这个有关老屋建检的部分。那本县呢，在县长的指示之下，我们也针对在民国88年6月1号之前哦，这个的建筑物6层以上的这个公寓或者是大厦的部分呢，我们会提供民众就是来申请一个初步的评估啦。
那民众可以来申请免费的初步评估，这个部分我们可能。是我觉得这个初步评估可能没有人敢申请，因为一申请之后，可能他的那个什么违章建筑啊，什么全部都跑出来嘛，是不是？实际状况是这样的。没有，其实这个初步评估，我们会请建筑师或是技师到现场，是针对结构物耐震的部分，还有它结构的部分去做一个初步的。是说可以提出申请吗？可以提出申请。对，我们会在网站上面来公告，就是申请的方式啊。那民众来申请之后，我们会请这个建筑师还有技师到现场去。那本席这里有你们有的一个资料哦，我有看的哈，我觉得非常的还不错哈，还蛮完整的。那请问一下，这个是只有什么状况拿得到？哦，这个部分是内政部营建署他统一制作的。就是民众的自主检查的一个手册啦，这个在我们，因为他给我们的数量有限，但是我们这边有另外再多印制，而且也有把它扫描放在网站上面，民众可以直接在网站上面去下载或者去看。那当然也可以来县府这边来索取啦，这个我们都可以提供给民众。其实想一个办法啊，你说县府索取，真正能够踏进县府的民众，或者想要踏进县府的民众，其实真的有限。所以我希望说，我们的宣导不是只有。说我们有宣导，或者是，这个我们已经有怎么做，但是问题是民众不知道啊。是这个部分，我们会再加强，可能在网络上面，或者是透过一些相关的场合来做宣传。谢谢施瑞平议员的咨询，接下来由许淑仪议员咨询。执行时间40分钟。大会主席赖议长，亲爱的县长、秘书长、各局处首长、记者朋友们、议会同仁们，大家平安。平安。所以今天做总质询，有四个议题想就教育各位局处室。特教工作，和平村灾民收容所，东大门的养护，以及我们原民处。所有管舍的维护工作等。首先，我请教教育处处长，请。昨天是母亲节，我想在座的妈妈也好，全天下的母亲也好，昨天一定过了一个很温馨的日子。但是对于家里有特教学生的家庭或母亲来讲，其实昨天是他一个甜美负担的日子，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教育处处长来探讨我们花莲县特殊教育的工作。首先，我想请问我们处长，你认为在你接教育处处长之后，你认为我们花莲在推动特殊教育工作的特色跟别的县市有什么不同？好，谢谢许议员您关心我们花莲县的特殊教育。美珍担任教育局当时特殊教育科的第一任的科长，所以特殊教育这次美珍回来担任处长的工作，对花莲县的特殊教育，我觉得进步的非常的多。对许议员您所咨询的特殊教育，在这边跟议员做报告。特殊教育总共分为两大种类，第一个是支付优异，就是我们说的资优的部分；第二个是身心障碍类。大家比较觉得比较熟悉的，比较偏在身心障碍类别。那这边顺便介绍一下，我们身心障碍类别，我们总共有13个类别。第一个是智能障碍，第二个是视觉障碍，第三是听觉障碍，第四语言障碍，五肢体障碍，六脑性麻痹，七身体病弱，
八，情绪行为障碍。市长，我想请问你，这些障碍的推动教特教工作，你认为我们别与其他县市的特色为何？好，谢谢议员。我觉得至少有四个特色。第一个，我们花莲县的特殊教育及早筛检的部分，我们做得非常的好。因为幼儿只要2到6岁，他就读于我们公私立的幼儿园，花莲县就做全面的筛检。以104学年度为例，我们总共筛检了6334位的学前的幼儿，我们完成筛检率是100%。第二个特色是早期疗愈的部分，教育处与社会处、卫生局、门诺医院、慈济医院等等，我们做跨平台的联系工作，我们也与早疗通报中心合作，我们让家长还有幼儿园他有选择教养以及就学等等资讯的充分了解。第三个特色是我们的及早教育，我们花莲县由特教的巡回辅导老师针对身心障碍的幼儿直接授课，我们并且以园所的老师跟家长做咨询的服务。目前全台湾就只有我们花莲县跟台南市有提供学前特殊儿童的巡回辅导直接教学的工作。再来的特色是我们设置有情绪行为的资源，还有视障听障的专业巡回辅导，还有专业教师人力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提供的特教服务的特色。我们花莲县对特教的施行的方式有3种，我们依序为集中式的特教班，就是把身心障碍的儿童我们全部在一起同一个班来受教。第二个是分散式的资源班，就是把学生在正常教学之外，我们用抽离的方式来教学。第三个是借由我们专业巡回老师去做巡回辅导的班别这样的教学。以上我们花莲县的特教为议员做到。我们了解你对特教工作是非常的深入，而且非常的用心。当在推这些工作的时候，比如说刚你说的，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是做学前巡回辅导直接教学服务等等，那师资等等教材等等，那处长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瓶颈？那有什么困难？那这些困难能不能简单的说明？好，谢谢议员。包括经费部分。好，做特殊教育应该是困难重重的教育工作，它的难度比我们一般教育的难度还要高，那花的时间跟经费都比较高，所以在这边跟议员报告我们碰到的困难。第一个，我们特教专业团队的人力不足，我们需要特殊儿童需要接受各类的治疗师来为我们特殊儿童做个别化的治疗，可是我们花莲县的治疗师例如物理、职能、语言、心理治疗师等等我们都不足，而且本县的治疗师大部分都服务在慈济医院跟门诺两大医院，我们花莲县的特殊教育必须在这两个医院的治疗师来共同来安排我们特殊教育的专业团队服务，所以第一个是我们专业治疗师的不足，第二个是我们课后照顾的不足，因为身心障碍的孩子他需要的是个别化的教育，他没有办法做一体适用的安排，所以我们希望花莲县的特殊的孩子可以在课后得到照顾。那目前我们在花莲县的寒暑假，我们仅能用有限的经费补助这样的孩子接受3到5天来做课后辅导，我们希望经费能够争取到让这样子的孩子让这样子的家庭能够接受至少将近6周的暑期辅导。第三个是身心障碍孩童他需要的障碍的辅具非常的昂贵，
花莲县因为经费拮据，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买到比较，就是让每一个孩子他如果有辅具需求的，我们就可以，我们没有办法买到让这样的孩子获得辅具上的需求。第四个是我们花莲县还有很多无障碍设施的校园需要改善，那这个经费也是非常的庞大。以上我们四个困难跟议员做报告。谢谢处长哈。我想针对目前花莲县特殊教育工作遇到的瓶颈，刚处长有提到特殊专业团队人力不足，课后照顾的这班的经费也有困难，身心障碍客服的需求，无障碍设施的改善，而且我们了解哦，处长，我就举例秀林国中来说，他的教材辅具逐年递减，这是非常不应该的。对这些学生来说，对他们的身心障碍的特教的教育资源，我们应该是要增加而不是减少。我相信副县长他在推动花莲县各国中小教育工作的时候，他是不计成本的哈。如果我们从商的这样的角度来看，县长他宁可多花一些的经费排挤到其他的经费，然后在教育工作上多琢磨多用心。所以我认为在特殊教育的这个部分的经费，处长，你专业团队人力不足，以目前我们看做一个特教相关专业团队的服务，28个聘任的老师要服务770位的学生，那怎么做？因为师资的不足，让我们学生受教的权利受损，这是不公平的。处长，你刚刚提到的这些困难点，事实上我们要怎么来突破，大家都要一起来面对。你说特教的工作非常困难，可是这一些包括硬体设备，包括无障碍设施改善，我们北区、中区、南区加起来上千万的这些无障碍设施改善，我们应该要跟中央争取经费。如果县府财政困难，那甚至我们也可以跟民间的慈善朋友们，请他们来协助我们，比如说慈济基金会。慈济基金会去年、今年支援了我们减灾工程的一些经费，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其实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跟慈济谈，我相信有很多的民间的朋友，他们很愿意哈。处长，我们不要因为说我看到教育处所提供的资源，我们不要因为说中央给我们的经费减少了，那我们县府对于我们特教工作的经费也逐年减少。我看到这些经费，包括课后服务的经费，包括老师师资、老师交通费的补助，包括我们无障碍设施改善的经费，都逐年减少。中央给我们国教署，中央给我们的经费真的是一年不如一年。我们现在花莲多了一位我们曾卫委员，我相信我们一定要把这样的一个声音跟我们地方的委员来，请他们来替我们争取特教经费的这一环，是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自己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小孩，我可以跟大家说哈，真的会非常辛苦。如果我们在学校受教的这一环也欠公平的话，我认为特殊教育工作就值得要检讨。处长，我们一起来，除了经费，我们来跟我们地方的委员，我们来跟民间的一些慈善团体一起来跟他们争取经费，以突破我们目前的困境，好不好？好，好，谢谢，谢谢徐贤关心我们特教团队，非常感谢，谢谢，谢谢。现在我要请教，观光处、建设处，来请教目前我们和平村灾民收容所的工作。秀林乡和平村在101年苏拉台风之后，河中部落后面的那一条溪是新增的土石流浅势溪，
那里的村民有616人，在101年撤离的时候，因为找不到收容所，县长亲自跟台电要求，请他们提供台电宿舍，就是台电青海施工所的其中两栋宿舍，做给我们和平灾民临时收容所用，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有住宿区、有办公室、有厨房。这时候真的要谢谢县长当时极力的要求，我们台电一定要跟地方来配合，为了要协助我们灾民的住所哈。那因为这个台电青山施工处，它也是临时的办公室，那它借给秀林乡公所，本来只讲好借2年，因为在秀林乡公所一直找不到场所来安置新的收容所，所以又跟台电继续的沟通，到了去年，台电实在是没有办法再跟乡公所借用，那是因为它这一栋楼的整个临时建筑的建管问题，所以就要我们今年一定要搬离。但是今年台风期快到了，所以去年当台电提出来的时候，秀林乡公所也在最短的时间把和平所有的公有地找出来，没有一块公有地，全部除了住家之外都是台电都是工业区的土地。那后来就找到了我们这一块，是原来和平村村办公处跟和平托儿所的建筑物哈，这一块土地，这个办公处已经有30-40年的历史。那是因为80年的时候要配合，和平水泥专业区，所以才把这个建筑物有偿拨用给经济部所有，让他们去做整体的规划。当拨用之后，它的这一块地号是克莱堡200号。那现在的使用分区认为是国小预定地哈，但是乡公所实在是找不到土地了，所以在去年3月份就行文给工业区，希望他们能把这块土地给他们使用。工业区也行公文到观光到县政府，是观光旅游处的业务哈。我想观光旅游处的业务处长，我真的觉得你们不够积极哈，这是一个很急的工作。你们都了解副县长最安心我们花莲台风期的影响，尤其救灾收容的这一份工作，我相信你们在开县务会议的时候，县长常常在耳提面命的提醒你们哈，这个工作是最急需要的。但去年3月份开始乡公所提出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他公文往返了10几次，我这里有这个公文往返的一览表哈，处长，我认为你观光旅游处真的要打屁股，你们一点都不积极。当然你们也有回公文，但是你们的态度就跟工业局一样，工业局就说，因为这块土地是国小用地，它现在会有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土地取得的问题，第二个因为它是国小用地，所以它也都是计划土地变更的问题。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都牵引，我不可能先买土地之后我盖了不管都更的问题，因为它是在都市计划分区内。好，那你观光旅游处你也不召开你们局内的就处内的会议，邀请民政处也好，邀请教育处也好，邀请建设处也好，一起来讨论。我觉得我蛮遗憾的，就是当秀林乡公所行公文给建设处说，我们希望有这样的需求，请你们做都市计划一个变更的作业。你们回的要他们依都市计划法去走啊，写了一堆公文，都对秀林乡公所没有帮助。那遗憾的是，教育处居然连回文都没有回文，那是国小一丁点，你最起码你可以告诉秀林乡公所，你可以告诉工业区说，这块土地你们现在没有使用的，这样的话工业局他就知道，那他现在要怎么样的来协助秀林乡公所。所以我在这里特别提出来，我知道
上个礼拜五、上个礼拜四去林乡公所，我们李乡长带着承办人到县长这里求救哈，县长也当下就指示我们民政处做统筹的来把这块土地看怎么样的，赶快把它整建，能在今年台风期前准备可以使用。但是我想会来不及，我要跟县长报告，因为这一条新增的那个浅势溪流溪，它的警戒线会那个农委会要求的特别高，所以它好像是200是250，只要雨量达到200是250，就是到达红色线，它就必须全部落河中部落一定要撤离。我想请问，如果六月份台风来了，他们要撤离到哪里？万联处长，你能告诉我吗？要他们撤离到哪里？你先给我一个地点，再告诉我你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导演，现在已经来不及。我们收到公文的第一个时间，其实是已经去现场跟秀里乡公所会勘了。那而且也邀请了这个工业局，就是和平那个工业区管理处一起去会勘。那因为他的涉及的主管机关就是工业局，他的症结点就是在都市土地的那一块土地，就是工业用地的拨用，其实是整个行政程序的卡，整个焦灼就是在焦灼这个工业区用地的主管机关的问题。其实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不断的交涉，包括里面教育处的那个是不是要厘清将来有没有设校，还有整个处长三月份秀林乡公所在去年11月28号给你一个正式公文，已经跟你求助，也告诉你在公文里面也给你建议方法，我们可以依照都市计划法第27条第一项第四款，那配合中央直辖市或县市新建之重大设施时，我们就可以按照第27条第二项前项都市计划之变更，内政部或县市局政府得指定各该原名定之机关限期为之，必要时并得定为变更。你们为什么不能有所为？我想请问建设处处长，你的计划都市课那个都市计划课课长拿了公文怎么回的？公文都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徐议员，我是很痛心的。好，徐议员，我想请问，因现在的天气异常，那你现在你要让这些灾民，如果接下来第一个台风到我们花莲的时候，请问你要安置在哪里？你告诉我。那个徐议员哈，谢谢哈。那个我们这个5月5号的时候哈，李乡长哈有来县府拜会，在大概下班的时候。的时间了哈，那么县长很注重这件事，就邀集了教育处建设处、观光旅游处还有民政处呢一起来协调这件事哈。那教育处现在已经表明了那一块地呢也不再作为这个学校一定用地。那么当然先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修缮的部分是不是持续可以继续修缮，第二个问题就是土地的有偿拨用的问题。那第二天县长就专案指示哈，第二天那就由我们花莲局立委哈徐正伟委员发文哈，那么给相关的这个包含工业局、和平工业区，那今天下午哈5点在立法院开协调会，那希望这个土地呢可以无偿拨用。那第二个呢，那修缮持续来进行，那希望在这个台风期间之前呢，可以把它修缮完成。以上报告。我想哈，我们真的多一位委员给我们很大的帮忙，但是处长，乡公所也透过高级委员跟工业局沟通讨论，他就是不肯用无偿拨用给乡公所使用为和平灾民收容所使用。那时候我们就有给他一个建议，因为当时是工业局征收那一块地是原住民保留地嘛，对不对？当时用有偿拨用给经济部，所以那笔钱是缴回给原民会嘛。那如果说今天
可以这样沟通的话，我们就得有偿拨回。我们请原民会把这笔钱还给工业局，把请工业局把这一块原有秀里乡公所作为村办公处跟托儿所使用的这块土地，再还给原民会，原民会再无偿的拨用给我们秀里乡公所使用，作为和平收容所。我觉得这样可行啊，而且之后还要再继续做一次，把这一块土地划出来，不要列为水泥专业区里面、工业区里面的土地嘛，这样才是一劳永逸啦。啊，县长，不好意思啊。谢谢啊，徐淑英徐委员哈。对，因为防汛期即将到来，所以啊，这个对乡亲啊，这个长期赖以避风避雨的收容所啊，这个希望能够啊，把切身为民的问题尽快来解决哈。我想目前刚刚照徐元您所这个指示的部分哈，就是不是把当时这个地价征收过来哈，有偿征收的这个经济部工业局征收为工业用地的部分，看能不能用当时这个征收的地价再归还给啊，归还给工业局，然后工业局再转还给原民会啊啊，然后由原民会来啊来直接使用哈，直接拨用。我想这个方式是很好，我们一定会积极来进行。但是我们眼前的问题先解决了哈，因为那个地区的整体的公告地价并不高啊，公告地价并不高啊。我们是因为目前李乡长非常急的希望把里面能够整修修缮啊，怕防汛期的时候要使用，所以我们有短期跟这个中长期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短期的部分就是先让李乡长能够尽快的把整个这个收容所尽快把它整理好，所以我们想我们尽量协调，就是用公告地价的5%来承租哈，来承租一段时间，可能不管5年10年啊，那没关系的，这个承租的经费给县政府来补助给秀林乡公所，让他们等于先可以等于近乎是无偿使用5到10年。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来办理这个拨用的相关的事宜。好，好，谢谢县长。县长，你这样说我们就安心了哈。那现在乡公所，因为上个礼拜是县长，你就很必然的就要乡公所继续的施工，要不然工业区是要他们停工。那现在在做整建的，现在乡公所又有一个问题是说，他整建之后里面他设计大概可以住300位灾民，但是300位灾民的一些硬体设备，县长是不是可以请县长帮忙？他也很急。我想这个好不好？那乡公所我们来跟李乡长沟通，公所一些配合款10%，我想对公所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啊，可以吗县长？所以在这里跟县长谢谢，拜托。收容所是我们是应该要积极的把它做一个修缮，我想这些相关的这些费用，我们县政府很愿意来支持啊，但是金额不要太大了，好不好？我们基本设备了，县长，因为他之前就有的那个台电宿舍那里的设备，有一些还是有保留，有保留，那个都可以用。我们很愿意来支持啊。好，谢谢县长。近期远程的部分，今天下午徐正伟委员在立法院有协商，我们希望尽快把这个事定案，好不好？好，谢谢。这样我们和平和中的村民就安心了，谢谢。接下来我想再请教我们观光处处长哈，我想跟处长来探讨现在东大门的一些问题哈。我想我提的也是一部分啊，可能也很多的议员或是朋友们也跟处长建议过哈。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图哈，它是东大门观光夜市的全景，这是用空拍的哈，这是白天的时候去拍哈。那在这个管理的部分，想跟处长探讨哈，管理的部分哈。我们现在来看，在他们没有经营的时候，我们看白天东大门夜市的情形。我们看画框框这一些是不是有违背东大门摊贩集中区管理办法的第11条、第12条。再来继续
那是原住民一条街的部分哈。我们再来看，这是上个礼拜我到东大门逛一逛，其实我也蛮喜欢去那边逛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打发时间啊，又可以吃宵夜的地方。啊，这个在自由街停车场这个入口哦，处长，这个入口哦，我注意它已经快半个月了，哦，半个月，它是入口哦，行人走的地方哦，哦，那在这个入口的旁边，你看它停车场旁边的环境脏乱，杂草丛生哦，垃圾就这样挂在那里，所以说我才想到要跟处长你探讨。按照我们集中区管理办法里面，我们也有设，我们也有编列预算，好，我们也有一些管理员在工作。那看到你所提供给我的资料里面，我们一年也编了600多万，包括人事费用、水电费等其他杂支的支出的费用嘛。处长，你能不能用短短的5分钟，请你把我们管理人员上班的情形，你现在聘雇了几位？用什么钱聘雇？好，再来自治组织为何？在你的办法里面，你一直提自治组织，这自治组织是怎么样？是一个单位，是由里面的摊位的委员组成的，还是如何？好，再来，每个月你收取摊位缴纳的租金的支出使用明细为何？我用书面资料跟你要，你不给我，那我只好在这个时候再请教你。你若再不给我，我不知道要跟谁要，我总不会去跟秘书长要吧？你的支出，你现在400个摊位，我请教过你，你说400个摊位目前都满，也许里面有公部门用的，公部门用的摊位可能就不收租金。假设你的租金，假设你的摊位400个摊位，你50个摊位好了，是提供给公部门使用，所以不收取租金，那还有350个摊位，一个摊位目前都是2000块，你一个月就有70万的收入，70万的收入，你到底是怎么支出使用？为什么收了这些钱？我们也编了人事管理费用，我们的环境，我们东大门的环境还是这么的脏乱。再来，为什么前阵子我们公安员处有主动的跟摊位的管理人说？我们要提高租金，是因为现在收的租金不够用吗？你又没有跟他们说明。我那时候我们当时大家都听说嘛，对不对？会生会，然后说要增加1倍，4000块。其实这是摊位使用的，他们没有说嫌贵，而是说你为什么要涨价？到底我们之前的钱你是怎么使用？你要明朗，要公开，你要透明化啊！你现在收入每个月70万。一年就840万，再630几万，你一年1000多万，在用在东大门的整个管养的费用上，部长，为什么还是管好管理不好？刚刚在原住民一条街那一张空照上面，有的商摊位商家把他的烟囱都挂在屋顶上，如果过热，那个屋顶是会烧掉的呢。那台风期间来会不会被吹走？它的安全堪虑，你们有没有去注意？部长，跟3分钟，好，跟委员报告一下。不是委员呐、啊，啊，不是，还没有啦，早晚的。议员报告一下，就是第一个租金的部分，县长已经很明确在上个礼拜有讲过了哈，就是我们在整个设施还没达到完善的水准。整个营业的状况还没有进入到预期的效益的时候，我们原则上租金是不涨，这是首先要跟议员报告。第二个，在整个租金的部分，我们收入全部进入县库哦，这个东大门的部分，它不是用收支队列的，它是整个进县库，然后我们日常的维护是要编列预算来匀支，那其中包括水电费的，就是跟议员报告的一些项目。好，另外就是清洁的部分，那清洁我们分成2个部分，就是管委会负责晚上6点到晚上1点啊，这个清洁的部分，整个场地清洁的部分。那白天整个区域它有很多单位在使用，
那包括重庆市场他跑出来的那些临时摊贩，还有就是东大门夜，那就是那个六旗从化区，他们也有很多摆摊，那是白天。那白天的话是由另外的单位在负责打扫，那我们在夜间的部分就是清洁维护，就是有因为是属于晚上的话是属于清那个事业废弃物，它的算它的垃圾量是按照公斤来算，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由管委会来、啊。所以这个钱租金收入就是日线库在管理，对，是收支对列，对。那这样让摊位使用者清楚了解就好。是是。好，处长，我们一起勉励，周遭的环境我们加强好不好？好。其实我刚刚秀出来的照片，那个、只是一角啦，我只是秀出来提醒你。那还有一个是那个屋顶烟囱的部分，对，那个真的危险的。那为了为了环保，因为它都是热炒，要不然就是用烤的。它的油烟必须要经过过滤器跟静电吸尘器，所以它是啊，要不然我就请环保局去查核看看好不好？我怕局长睡着了，开玩笑。好，谢谢处长。接下来最后一个地题，我请原民处处长哈，跟你探讨原民处现在管舍的养护哦，我们现在原民处有两大管舍哈，是目前你们负责的。第一个就是台湾原民馆以及原住民会馆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用空拍台湾原民馆情形。哦，这是我们台湾原民馆哈，平常近看的时候不觉得它很美哦，现在看起来好美。其实美的是旁边那个，哎，又开始了。美的是旁边那个保龄球馆哦，这个原民馆也营运了十几年了哈。部长，我们这样看，你看我有那个原住民的纪念碑嘛哈，是吗？纪念碑那个什么纪念碑。但是很可惜的是，我用空拍的时候才看得到它，如果我站在馆前面，我根本看不到它哈，所以我不会去知道它那边有这样的一个纪念碑，让我们去认识，让我们去了解哈。那重点是因为我们那个 L 型的摊位区哈，把它区隔了，把它区隔了哈。我觉得非常的可惜啊，我觉得非常的可惜。我了解现在因为没有在进行，也跟厂商解约了。但是解约的同时，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移开哈？不是拆掉，我们把它移开。如果说把它移开，看在其他县政府在其他的原住民在推动部落产业的场地上使用，或是说看十三乡镇。有在推动部落产业的公所，是不是可以提供给他们使用？哦，提供给他们使用。是，议员，我现在说明。那现在来看这个管区的面积哈、哦。请县长，麻烦也看一下 monitor 哈、哦。现在我们的管区是红色线的部分、啊，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哦，所以有时候你又把那个摊位区哈、哦，把它区隔了哦，所以让我们的管区感觉更小。如果说我们可以把 L 型的摊位哈、哦、拆掉，然后可以再往南边哈、哦，就是黄色的线，让它再扩增。那些土地是县政府所有土地，当然现在租给高尔夫球场使用哈、哦。但是我现在画的黄色的部分哦，他们都没有使用，但是他们的植栽是整理得很干净的。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跟高尔夫球场商量哦，把这个部分再把它要回来，然后列为我们管区的使用。这样的话，把摊位区移除，再增加这样的面积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些馆外哈户外的展示或是活动，好，甚至我们可以把我们县内木雕、石雕的作品都可以摆在我们馆区内哈。我想处长这里跟你探讨了哈，再给你看哈，为什么我一直希望那个摊位区呢能移除哦？除了它隔离
那一片绿地的美之外，你看现在你们的管理是这样哈，不知道的人以为那是哪一家的掩埋场分类区哈，把垃圾车子，你看这样的一个那么好的摊位，连它的板子都坏掉了哈，可能台风吹坏的吧，啊，包括。